嗨，我是阿菜，今天教你做反沙花生。锅中倒入一勺水，一勺白糖，可以先开中火，把糖水煮至融化，边加热边搅拌，这样受热比较均匀。每天认真教做菜，主页更新了1000多道菜，都很详细，关注我，相当于收藏一本活菜谱。看到开始冒大泡，这个时候呢，水分已经在开始蒸发，倒入花生米，继续加热，开小火，把糖浆煮至浓稠，锅铲来回搅拌，达到这种粘稠状就可以关火，然后呢继续搅拌，大家认真看它的变化哦。降温以后，勺子继续翻拌，现在慢慢开始在起沙了。在这边厚着脸皮向您要个爱心，请问您愿意吗？反沙花生主要是对这个火候的控制，全程不用下油，这样糖才能均匀地裹在花生的表面。你是不是心动也想尝试一下呢？花生米是提前炸好再冷却的，如果没把握，可以把炸好的花生米去一下皮。关注收藏，记得来我主页找菜谱哦。抖音。